冰点脱毛能维持几年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木心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。其实所谓的冰点脱毛呢，就是我们利用这种半导体的激光技术，把这个波长就是800到810纳米的这种激光呢，穿透表皮到达我们的真皮层，那么从而呢就被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所吸收，那么在局部呢通过一种光热的一个效应会破坏这个局部的毛囊，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一个脱毛的效果。但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人体的毛发它会处于生长期、进行期和退行期三个不同的期别当中，我们所做的这种脱毛的方法呢，它仅仅会对于生长期的毛囊才会有效果。所以呢，你们要达到一个永久脱毛的效果，我今天要告诉朋友们，我们至少要脱3到5次以上，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。